稍微忍着点啊。姐，你怎么下线来给我打电话了？干嘛呢？呼哧带喘的。谁呼哧带喘的？我健身呢。哎，今天不是你们结婚纪念日吗？你们没出去浪漫浪漫呀？浪漫什么呀？我们俩吃着饭吃了一半，他就被公司给叫回去谈判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回来好好慰劳一下啊，人家够辛苦的这大半年，你这个大甩手掌柜一当，人又当爹又当妈的，容易吗？哼，他欠我的，要不是因为他10年前，我早就出国留学了。就你这么没心没肺的，也就是你，你个傻人有傻福，嫁个人赵明奇。看那个伤口啊，不是特别的深，没什么大事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明天你最好去打一个破伤风针。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妈今年大年三十正好赶上她的生日，我听别人说老人家过生日不能过满，要过酒，要不咱商量商量，今年给她办个寿宴。你这一个国家公务员还那么迷信啊？好好好，办办办啊！反正我妈的农历生日跟春节也差不了几天，咱们一块儿办，好不好？行，那我定下来给你打电话啊。好好好，问姐夫好啊。哎，喂，明奇，你盘完了没有？哦，你到家了是吧？我这边事儿还没完，你要是困的话，你就先睡，别等我。别忘了把门锁好了，我带着钥匙呢。我等你啊，你路上开车小心。行，我很快就回去。嗯。就是那两个人，好害怕。我不是在你旁边吗？你陪陪我好吗？你陪我，等我睡着你再走行吗？我保证，我尽快睡着。开了这么久，你觉得这车性能怎么样？要不一会儿你开一圈？也行，一会儿我开，因为你开慢慢吞吞的，我也感觉不出什么来。你没有高血压、心脏病吧？啊？坐稳了。哎呀，哎哎哎！你车开的不错。那当然了，来点音乐。这个音乐我喜欢，我也喜欢。自己开着车的时候，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，那会儿感觉特别的爽。是吗？嗯。那我们两个有共同的爱好了，对吧？应该算是共同语言。嗯哼。
赵明奇，嗯，你怎么也不换衣服就睡啊？哎呀，脏啊！不不，我昨天晚上回来晚，我太困了。看看你，看看这身衣服也不换了，就起来，我起来。哟，我没给你做早饭呢，我给你弄早饭去。来不及了，我要去接多多上学。哎，我不做早饭，你吃什么呀？我买点去妈家吃。快去快去洗一洗啊！那我就不管你了啊。嗯嗯。困死了。先去洗。